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也很感谢大家在周末的时间来参加啊、呃、下午的这个讲座。那下午这个讲座，首先在定了这个题目之后，相信在座大家看了解这个题目的，一开始看得懂的，可以请举手一下吗？题目直接看得懂，哎，感谢大家。一开始写了这个题目之后，其实原本想说写一写，可是后来发现，可能大家不见得很懂。 到底是一高还是三高呢？大家会不会想到只是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对不对？不是啊，一,一后来想一想，想说要不要写明白一点？如果写明白一点，有一个缺点，有时候写的太清楚就没有那个神秘感，写的有一点懂又有一点不懂，看起来比较厉害，对不对？所以就要写这个名字。那在开始之前，一高指的是体重高。 三高，哎、欸，大家都知道血压、血,、啊、血糖、血脂高嘛，所以体重的控制跟三高非常有关系。所以在开始之前，第一件事情很希望跟大家询问的是，来，我们首先来询问一下大家最爱吃的日常生活小吃。嗯，其实那些东西都高热量，所以我们先让大家，呃，有没有人可以讲一下，觉得台湾的十大夜市美食，随便讲几样，看看我们前十名。 讲出最受欢迎的哎嘿啊！盐酥鸡好，还有其他答案吗？臭豆腐还有吗？珍珠奶茶。如果你这不确定答案，今天晚上去瑞丰夜市排队了，看哪边排的多就就知道了，好不好？好，首先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其实台湾第一名的盐酥鸡，嘿，再来是鸡排，再来是真奶，所以大大家几乎都有猜中啊。臭豆腐也是前五名。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前几名。那大家发现这上面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特色，热量很高，要不然就是炸的，对不对？嘿，要不然就是糖很多，对不对？所以跟大家讲，所以食物里面高不高热量，其实道理很简单，不用记。怎么去记什么食物吃了会胖不会胖，只需要一个原则就够了。人世间就是这么惨，好吃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 所以你只要觉得好吃的就不会健康，健康的就不会好吃，好吧好？所以哪些热量比较高，根本不用去记它，你只要去记得好不好吃就好了。越好吃的就不健康啦。所以其实蛮蛮蛮惨的啦，就是好吃的就不健康，所以导致好吃的不健康的情况之下。 台湾普遍都超纵，这几年来超纵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随着时间的变化，超纵的比例甚至到了五十趴。可五十趴为什么？大家觉得有没有这么高？一定没有感觉到了五十趴，对不对？为什么呢？当大家都超纵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有超纵，对不对？这就跟醋兵一样，当你跟醋兵讲啊，我最近哦爱减单啦，醋兵一定跟你说什么？别、啊、啦，你别想当我跟你讲你别减啊。所以醋兵。 很怕你瘦，因为你瘦了，他就要瘦。所以如果大家都不瘦，这世间就没有人算胖了，对不对？所以原则很简单，就是大家都不要瘦。可是这样好像不太对啊。所以变然是超重的比例越来越高。现在孩子新生体检，大学生哦，大学生哦，以前大学生大家身材都很不错，对不对？现在大学生新生体检的时候，体重超标的比例三十八是。 很夸张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现在做在座的大家没有超重的，应该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因为真的很不简单，嗯，你已经是五十趴幸运了，所以不管男性女性超重的比例都很高。可讲到超重，我们给大家做一些投票表决的动作，好不好？给大家选项哦，到底超重要什么东西来算是比较对的？怎么定义超重？ 第一个体重 BMI 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腰围，第三个选项，嗯是我们的体脂率。来，大家投票一下哦，觉得体重的请举手，用体重来决定有没有超重的，请举手 BMI 体重，诶、欸，没有有有有人举手。那用腰围的请举手，好腰围好像比较多。第三个呃，觉得体脂的请举手。 好，大家请放下。举过三次手的，请举手。盖哎，都没有人举三次，是不是？哎，答案就以上皆是嘛，对不对？大家不是以前考试老师最喜欢考的题目是什么？就是以上皆是嘛。你不会写就选以上皆是就会对了，因为老师出题也很难出啊，想不出选项就会塞个以上皆是、以上皆非，看到这个选这个几乎。 不太会错，所以以上皆是，这些都算。可是哪一个最重要？等一下会讲。那在这之前先确定一下，这麦克风的音量，现在大家听起来声音都 OK 吗？那后面 OK，因为我自己这边听比较小声啊，因为麦克风在旁边，所以自己听比较小声。来，我们首先来问大家，世界军事记录体重最重的人到底是几公斤哦？军事记录这上面的公斤数都很夸张哦。 那可大家还是选一个三百四、四百四、五百四、六百四。嘿，来，三百四的请举手，四百四的请举手，五百四的请举手，六百四的请举手。好，这一题一定不是以上这些嘛，对不对？因为这几个答案一定只有一个对的。我们大家可以知道，世界上最重六百四，六百四是多夸张的爆弹枪在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人他其实。 从来出不了门，因为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你想想看，你用脚撑得住一部机车的重量吗？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这辈子都是躺在床铺上，连出门都没办法出。啊，所以这是军事记录。可是这个破记录好像不太好嘛，对不对？诶、欸，就后来他很快的就心脏、肺部啊，整个身体就出了问题了。那人类在逐渐慢慢的演化过程中，越来越强壮，诶、欸，到最后都会变这样，对不对？诶、欸。 越来越强壮的过程中，到最后走向了肚子，最后变很大。那为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到底自己有没有肥胖？几个定义。第一个叫做 BMI，大家很熟悉，用自己的体重用公斤哦，去除以身高，身高是一点多公尺，用公尺来算，用实际的，不要用号称的好不好？因为号称的都会多一点点，对不对？身高用实际，不要用号称的身高。 算起来的数字除两次身高就是叫 BMI。那正常来讲要十八点五到二十四。腰围的部分，女性八十，男性九十。腰围如果太粗，这算是超重；体重太重也是超重；体脂率超标也是超重。体脂的部分，男性二十五 p e r s o n 女性三十 p e r s o n 叫超重。那这些所有的体重都。 只要一旦超重，跟我们的疾病都非常有关系。十大死因里面，几乎每一项都跟超重有关。就大家知道，流感疫苗准备十月，每年都会打吗？那流感疫苗第一批能打的人，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条件吗？六十五岁嘛。呃，政府定这个东西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年龄比较大的人，得到感染的风险比较高，所以第一批打。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人可以先打？ 重大伤病、癌症患者都可以先打，第一批就可以打，不管年纪。所以其中还有一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条件可以第一批打？我每次跟患者说：“诶、欸、你、欸、你可以先打疫苗。”他说：“怎么可能？我今年才三十多内。”我说：“呃，你有一个条件，你可以第一个打，所以你可以第一批打，不用担心。”他就很开心说：“哈、啊，我可以第一批打哦，这样这么好哦。”我说：“不是，一点都不好。你符合条件是 BMI 太高。” B M I 超过三十以上可以第一批打流感疫苗，那为什么呢？因为 B M I 太高，感染率很高，所以之前新冠肺炎的时期也是有类似的结果。所以各种疾病都跟体重很有关系。等一下会详细说。那到底哪一个重要？可以从这个所谓的代谢症候群来看。大家有听过代谢症候群吗？ 也就是说，就是呃腰围比较粗啦，然后加上我们的血糖高，然后好的胆固醇低，三酸甘油高啊，以及我们的血压高，五个有三个就算代谢症候群。所以它里面用的指标是腰围，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来讲，体重不是绝对哦。呃，一定要讲一个故事，每次都要出卖我们的学弟。 以前一个学弟在那时候，我之前在台南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学弟在帮人家做体检的时候，他就就头都没有抬嘛，就看着他那个病历表，哎、哦、，B M I，哎呦，二十八啊，超重了嘛，对不对？二十七超重，他说，哎、欸，先生你要减重哦，呃，你要多运动。先生说，呃，我我很常运动，你都做什么运动？你有没有认真？就那先生就说，呃，我打棒球，每天都有认真。 然后他说打棒球呢，然后可能每天你到底是做什么运动？平常有没有一个礼拜几天？呃，一个礼拜大概七天都有打棒球。伯克林，你到底有没有平常什有,有运动？呃，有很认真。好了，你再加强一点呐、啊。就一抬头，是那时候台南有某一个球队嘛，对不对？有某一个好像是统一嘛。Yeah, 然后那时候那一位恰巧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投手，然后他看那位投手，呃，突然有点尴尬。 他说他每天打棒球，对啊，他完全每天都打棒球，他每天都有运动。可是大家有看过所有的运动选手几乎 BMI 体重都超标吗？我们大家来看现在很热门的棒球选手大谷祥平嘛有看有看过他嘛对不对？新闻很爱播。大家知道大谷祥平体重几公斤吗？一百。嘿，如果那些棒球、那些篮球选手像 Kobe Bryant，基本上也是一百公斤。 那举例来说，像以前奥尼尔那种身材的，其实都是一百三以上。姚明现在已经来到快一百五两百之间，所以这些体重在，在我们先不要讲他后来中期发福啦，早期在运动的时候，很多的运动选手体重全部都会超标。可是他身上全部都是肌肉，你就要减重是没有道理的。因因为他的肌肉很多，所以现在更重要的是肌肉跟脂肪的量。 所以腰围会更重要，体脂率更重要，不是单看体重。如果体重多都是肌肉，还不错；如果都是脂肪呢？诶，赶快改善，好不好？那所以这个外面有很多的检查都在做这种身体组成的，去健身房的时候也很常做嘛，就是要握着啊，握完之后哦就可以看出来你体脂有多少，肌肉有多少。如果看起来我们的体脂太高的，或肌肉太少的， 这个就要开始做一些调整。那不同的机器有不同的格子。那总而言之，它会告诉你身材是哪一型，顺便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内脏脂肪。内脏脂肪这个东西，内脏脂肪嗯的太高，容易心血管疾病。那内脏脂肪是什么？就是我们嗯脂肪卡在肚子里面啊，在器官旁边。举例来说，和大家最熟悉的一个东西叫做瓜包油嘛，嗯。 可实际上，瓜包油这句话是错的哦，叫油包瓜比较正确，因为油已经多到包住你的肝了，不是肝包住你的油。要看严不严重，严重的人是油包肝呐、啊，已经不是肝包油。那同样都是肚子腰围很大的人，有可能是内脏脂肪多，有可能是皮下脂肪多。怎么确定自己皮下脂肪多不多呢？大家捏自己的肚子来，捏这个肚子的这一层。 这一层油，这一层如果多超过四公分的，那就代表皮下脂肪太厚了，好不好？捏自己的，不要捏别人的，不用关心别人，看自己厚不厚就好了。不要偷看隔壁厚不厚。呃，捏完之后发现太厚的话，回去要努力一下。四公分哦，四公分，四公分多少？如果不确定的话，就大概这样。你捏起来你觉得很厚的吼，自己一比就知道几公分了。 所以很简单的方式，知道自己脂肪厚不厚。所以刚才有说体重太重，不管怎么重，其实新冠肺炎那时候感染率都会增加，而且重症比例都会增加，而且打疫苗效果还比人家差。呃，所以体重超重影响的事情蛮多的。刚才说的十大死因，这些几乎都会有关系，不管肾脏病、高血压、呼吸道。大家看得到，我们在。 预防医学啊，平常健康的行为，大家知道每次讲的两件事情，哪两件吗？呃，体重减重、运动饮食，就是为了体重控制嘛。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直接跟减重是几乎一样好，减重以外就是戒烟。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的学生啊，在问说啊，这疾病要怎么改善，对不对？问学生这个问题，学生每次回答不出答案，每次书不好好念啊，还不记得怎么回答答案的时候，都会回答我们这两个固定答案。我们都问他说啊，那个胃酸倒流要怎么控制？呃，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他们就说呃，戒烟、减重，呃，好像也对。那怎么样肺部疾病能够改善？呃，减重戒烟，诶，也对。 那心脏如果不好怎么办？呃、啊，减重戒烟。肾脏不好，减重戒烟。反正问他们什么答不出来，就回答这两个。我们也不能说他错，因为一定对。所以几乎你想不到就是减重戒烟。所以体检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医师每次都一直跟你说啊，控制体重啊，因为词穷的时候讲控制体重一定就对了。忘记要讲什么，讲控制体重一定对。那事实上。 癌症也跟体重是非常有关，所有身体不同的部位的癌症几乎都跟体重过重有关，因为超重的时候会让身体一直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长期的发炎好发炎好来回，身体就会病变，就会变成癌症。所以现在所有的研究都发现，体重过重各种癌都会特别多。大家可以看到，尤其女性的子宫相关的癌症跟食道相关的癌症会特别多，所以减重也是预防癌症最好的效果。 那除了减重以外，还有哪一件事情可以减少大幅减少癌症呢？诶、欸，刚才大家没有听到学生的答案，戒烟。回答不出来，永远回答戒烟跟减重就会对了。嗯，有没有听起来很简单？那这个部分到底血压的部分有什么影响？其实我们标准的定义以前说一百二十八十才是血压的标准嘛，对不对？诶、欸，现在有人说一百四十呃九十以上就要吃血压药。 那体重只要每瘦一公斤，血压就能下降一。那大家觉得下降一的血压多不多呢？好像不多嘛，对不对？因为现在量一下，突然就有人掉，再量一次就高很多了嘛。事实上，一真的很多，每差一，心血管疾病就多了两趴。两趴到底多不多呢？如果银行告诉你现在定存利率多两趴，你觉得多不多？是嘛，对不对？两趴其实很多嘛。如果血血压差十， 二就差二十趴，如果定存现在涨二十趴，大家有没有超开心的？对不对？不一定，因为如果是贷款比较不开心，要看状况。那所以除了血压以外，这个血糖的问题也跟我们的体重非常有关系。体重重的人几乎都会有血糖高，你只要看到体重超重，建议他一定要去做成人健检。 成人健检就是国民健康署目前提供的服务，四十岁到六十五岁每三年可以做一次。如果在座大家没有做过这个检查，记得可以去医疗院所，不管诊所哪些，很多都有在办理。六十五岁以上每年可以做一次成人健检，那这部分就会有检查血糖，可能就可以看到血糖有没有问题。那所以说，血糖、血压、体重、腰围这些好好的算。那当然，这也会有影响。 长期超重血糖会影响到神经病变，血糖高最大的影响，我们最担心的问题是造成心脏疾病，而且会造成神经就会开始自己加麻麻、瞎波乱，神经各个东西出问题，还有眼睛出问题，还有肾脏出问题，还有重要的是也会影响到心脏。为什么要放这个图呢？每次我们就会想到，其实放在荧幕上好像公信力比较高，每 我而这个真的有抄、哦，我一个病人的阿伯啊，我又跟他说阿伯，你血糖控制了无好，你还好啊控制吃物件。阿伯就跟我说，啊控制啊控制无好会安怎？我讲阿伯，全世界 C O G 第一名台湾 C O 又台湾 C O G 第一名是因为糖尿病。啊阿伯听完之后，哦阿伯就讲啊，无赫严重啦，我体质还好啦。我隔壁迄个阿伯血糖一工讲三八，一吃到啊九十岁，佫无代志。 阿伯从来不理我。每次他血糖标准值一百，阿伯抽血血糖每次都三百。有一次抽到两百五，阿伯跟我说：“哇，这该怎嚟家喝？两百五还不是正常的二点五倍，对不对？”那阿伯有一次一回诊抽血，血糖的数值是九十八。我讲：“哦，阿伯，你那你就回家后，我阿伯，就跟我说，因为你讲嘿血疼控制不好会 C.O.G. 啊。”我讲：“嗯，阿伯，我这工工作几年呢？” 阿伯唔是龙宫白啦，迄体质的问题。阿伯又讲，诶、欸，因为你电视顶有讲。我说阿伯啊，我讲诶，个电视顶讲诶，我我们小龙公赶快喂，阿伯公不一样。你跟我讲的，如果只是在整间讲，你有可能是不是真的？丢，好懒呢。<laughs> 你在电视上讲的才有公信力，所以我觉得比较真实，所以我赶快来控制。所以。 电视上讲的好像比较有公信力，我现在才发现，以后要喂叫什么？电视上讲真的比较有效果。那除了体重重以外，大家体重普遍偏重，所以三高都会特别多：高血压二十多趴，高血脂二十多趴，高血糖糖尿病的部分大概是十几趴。所以三个同时闪过的几率是零点九乘以零点七多乘以零点八多，所以大概诶，如果你是那个幸运儿，三高都没有的，真的很不错。你又是那个。 幸运的五十 p e r s o n 的人，所以还是要持续好好的保持一下。那高血压的定义这几年一直改来改去，有人说一百四九十，可逐渐有人说一百三十八十会比较好一点。那最重要的还是在家里量，这句话才是最重要。有人来医院量永远高，我们一个阿嬷来医院量血压，第一次量起来一百六十九十五，阿嬷跟我说。 哦、我要搁顶牛一咧。哦，做悬嘞，哦，那安尼哈悬。哦，恐怖，要扯起来，啊。无怪阿妈棍紧只眼，搁顶牛，一百六十，第二次变一百八，呃，一百，阿妈讲啊，我人生毋捌知悬内血压只悬，第三次两百，一百二，阿妈讲哈奈阿内，我我我我牛仔，哦，哦哦真正要被起来，要扯起来，下一次两百二，我们赶快禁止阿妈再量了，你毋通搁牛啊啦，莫搁牛嘞，哦，搁牛会变起啊！ 就阿妈回家的时候，又后来女儿就拿着阿妈的血压又走回来，因为住医院附近。她说：“阿妈一回家量就剩一百三了。”所以，在医院量的是参考，在家每天要量才是最重要。不要去医院量起来高，自己吓自己。不要那么吓自己，好吗？那血压到底多少是标准？网络常常乱传一些奇怪的消息嘛，对不对？如我我我。我 我们先给大家一个原则啊，网络的耐，只要后面的结尾叫几，请转传几人将功德无量。你看到功德无量的，大部分都不是真的，好不好？呃，因为真正功德无量的不会强调它功德无量嘛，对不对？嘿，这才是真正的功德无量哦，绕口令。那所以网络上大家有看过这无视高血压计算法的，请举手一下，有有看过的？哎，大家都没看过？我妈传给我不止一次了。 就传了无数次，我跟她说不对，我妈还说你一半啊。那 <laughs>，然后我就想说，我跟我妈说啊，到底立遗书啊，我遗书。我妈讲立遗书啊，但是我有我人生的经验嘛，妈妈其实自己妈妈真的是最难说服的，真的真的，不管你后来多努力，长大了工作，妈妈心中还是永远孩子。就像我阿妈九十多岁的时候关心我阿姑七十岁，还说阿姑出门敢会记你走外套，啊，中岛会记你加呢。 在妈妈的心中，孩子永远是孩子。那无视高血压计算法，这个是错的哦。我们先讲，这是错的哦。他是写说，用年龄加上男生加八十二，女性加八十，是真正的血压标准。啊，这个东西有多扯？如果一个阿贝活到九十岁，他的血压是九十加八十二，他可以血压一百七十二。那大家觉得一百七十二可不可以？当然不行啊。 以弱一百三作为标准，多了四十二，心血管疾病多八十四 p e r n 是非常高的。所以网络上常常会传这些错误的讯息，千万不要去相信。就是血压的标准，基本上来讲，台湾自己的高血压指引是在家量一百三八十以上就应该要治疗，是不一样。那哪些事情？问你想要血压？如果你血压那个绑太紧吼，血压会变高；绑太松吼，血压会比较低一点。 那隔着衣服量有没有差？坦白说，还真的没差，真的没差。呃，这件事情是人家做研究的结果。那如果吃完东西边吃边量或吃完再量，血压会比较低一点。喝完酒呢，要看喝完酒多久，刚喝血管扩张的时候血压会比较低，过一阵子血管收缩会比较高。那另外喝咖啡，血压会比较高。 抽完烟比较高，翘脚梁手悬空啊，手放太低或尿急这些很高。尿急这件事情提醒大家，真正要量血啊，很多人说怎么样最准？早上起床像木乃伊都不动，马上手伸到旁边，搞完牛这里，我唔敢叮当，这是错的哦，这是错的哦。早上起床不可以直接这样量血啊，一定要先去尿个尿，尿完尿休息一下。 呃，如果可以，最好是一个小时后再量血压，这会比较准。起床都没有动手伸出去直接量的血压，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好不好？所以一定要尿完尿再去量血压。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呃想实验看看，你就下次尿急的时候直接量，量完之后去尿个尿再量，你就会发现血压会不一样。还有一件事真的有差，差三十度的时候，血压会差个二十。 所以人家说冬天会血压高是真的，所以冬天的时候记得，呃，一定要穿温暖，在床边放个外套，起来尿尿的时候一定要穿个外套比较安全一点。那天冷还好，高雄大概差三十度的机会应该也不大嘛。那现在三十七度，台高雄降到七度的几率好像也没那么大，只是天气冷真的会有差。 那另外关于体重的影响还有血糖，那血糖的部分大家都想要早点知道自己血糖的某问题，所以诶、欸，二选一的时候，大家觉得要知道自己有没有糖尿病，要测饭前还是饭后比较准？来投票一下，决定饭前的请举手，觉得饭后的请举手。诶、欸，答案是饭后，饭后哦，那为什么呢？亚洲人的体质的关系。 我们在胰管血糖的叫做胰脏的胰岛素嘛，对不对？那当血糖比较升高，吃饱饭血糖会比较高。那如果说是糖尿病人，胰脏功能它会多努力一点，工作一点，拼一点，胰脏就会拼更多，把血糖给压下来。可亚洲人的体质胰脏拼不上去，欧美可以哦。所以亚洲人的时候，在饭后如果一开始血糖出现问题，会先爆冲，先冲饭后。 最后才饭前，所以当你发现饭前高一点点的时候，可能饭后已经高了两三年了。所以如果想要早点知道血糖有没有问题，要验的是饭后两小时，会比饭前更加重要。饭后如果超过一百四，那就偏高了。那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时候检验有一个前提，千万不要因为那一餐要验，就故意那一餐吃很少，好吧好？你要吃跟平常一样多啦。所以千万一定要做好这件事。 否则这就跟量体重用那种转盘的体重，每次量的时候头就这样，嗯，看起来不卡嘛，头歪一边看。量体重提醒大家一定要用电子磅秤，不要用转盘的哦。转盘有两个问题，一个会卡住嘛，对不对？那卡住就不准了。另外一个是头歪一边看，永远不会超重。歪到时候这样歪了，就说啊差不多啦。因为电子的是死的，就看一翻两瞪眼。 那胆固醇太高的话，最担心的是胆固醇会堵塞血管。那堵塞血管之后，后来如果堵塞到脑叫中风，堵塞到心脏叫心肌梗塞，堵塞肾脏就会叫做洗肾。那堵塞的这件事情啊，堵得越严重，血管就会品质就越差。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先有一个检查叫做动脉硬化，血管硬掉了。那这个东西在医院其实也有这样的检查。 如果发现自己血管硬掉，可能胆固醇就要赶快控制。那关于胆固醇，大家都知道有分为好的跟坏的跟总胆固醇嘛。总胆固醇大约会等于好的加坏的加三酸甘油脂除以五。所以换句话说，哪一个重要？答案不是总胆固醇，应该要看坏的跟三酸甘油脂跟好的全部拆开来看。这世间人口多少不重要，要看好人跟坏人。 好人若都是每位都是好人，那 OK。若坏人很多再少，我们基本上都希望他更少。所以道理是这样，所以千万不要只因为总胆固醇决定要不要用药，而是要把好的坏的给拆开来看，需不需要治疗。那坏的胆固醇大家有听过？大家有听过？坏的胆固醇又分两种，坏的里面更坏的，跟坏的里面没那么坏的吗？这个有听过吗？嘿，这个其实是有的。 呃，有这个东西，坏的胆固醇又分两种，一个是坏的里面更坏，一个是坏的里面没那么坏的。坏的里面更坏的，举例来说叫氧化的一些胆固醇。大家有去看过那种炸的洋烧烤嘛？就一直炸一直炸，那种由黑到深不见底的那一种，那种其实是最不好的一个状况啦。那那种胆固醇真正氧化的坏胆固醇，到了你体内。 它会很容易去堵塞血管，在血管里面卡成一块，我们说的动脉硬化或者是周状硬化，就会跟着跑出来。所以尽量避免这种吃到非常坏的胆固醇。那大家最最常讲到胆固醇历史的玄学，就是吃蛋的嘛，对不对？哎，我们又要来投票了，好不好？我们最喜欢投票，到底吃胆固醇高的人每天可不可以吃蛋？觉得可以的，请举手。 觉得不行的，请举手。好，也有人说不行，也有人说可以，对不对？答案叫做历史玄学啊。我们讲故事一下，最刚开始以前说啊，吃蛋胆固醇会高嘛，不好，对不对？因为蛋里面有蛋黄，蛋黄里面胆固醇高，所以吃一颗蛋就几乎达到每天的胆固醇上限。不喝不喝，不要吃太多蛋。过一阵子。 美国的营养相关的建议就说：，哎，吃蛋好像也没关系，因为你就算不吃蛋，你的肝脏也会自己制造胆固醇。那自己制造出来胆固醇反而比你吃进去的蛋的胆固醇更不好，所以更容易阻塞血管，所以吃蛋就不再有限制了，好不好？可是后来又说：，啊，不对，不对，不对，虽然没有这样子是是说是好像有道理，可是吼、哦，你每天肝脏自己会制造的胆固醇是有上限的。 举例来说，你每天是三百的胆固醇，你只吃两百五，他帮你补齐五十。所以换句话说，你吃到三百三，那你就是多出三十啦。所以吼、哦，吃蛋也有限制，呃，而不是无止境的吃，好不好？那最后大家又说啊，不对，胆固醇又分为很好的跟坏的，跟坏的没有很坏的啊，跟坏的里面没那么坏的。所以吼、哦，吃蛋好像没那么严格限制。所以最后医学最后结论是什么呢？诶、欸。 对，没有那么一致性的。那可是还是呃，最后每次公道伯就会出来讲话，对不对？每次只要这样子不同的声音出来之后，公道伯就要讲话了。公道伯就说：好啦，那我做个公道的结论。公道结论就会说：好啦，每天可以吃蛋呢、啊，可不要那么多。那吃太多也容易出现心血管疾病。有时候说超过一颗，每多半颗，心血管疾病多七 percent。 那不然就每天不要超过一颗好了，公道公道，两边都顾到了，对不对？答案就是，目前来讲，这是比较公道的一个说法啦。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庸就好了啦。呃，如果吃到无止境，或者是完全不吃也不好。那网络上有很多的传言，大家这个应该很常听过，尤其体重重或者什么的人，耳垂上面若有几条线，人家网络传言。 这个东西是心脏有问题。我妈为了这件事情跟我爸吵架，吵好多次。是我妈就看着我爸耳垂好几条线，说：“啊，你差唔你差唔你心中出代急啊！”我爸额头有一阵子比较黑，我妈说：“啊，你差唔你差唔你细啊，印堂发黑。”啊，然后我爸后面这里在痛啊，因为大家知道这叫什么吗？啊，你差唔病入膏肓。然后我妈还很生气打给我，讲：“你爸病入膏肓，你个不爱爱看。”我讲什么病入膏肓？讲你爸家的疼。得 啊！我爸又讲，我刚怕狗又掉你咩，是乌太严重。那大家觉得妈妈讲的耳垂有几条线有皱纹，到底真的是心脏疾病吗？觉得这个是真的，请举手；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不是真的，请举手。那答案是，哎、欸，我每次问的问题都是出乎意料，对不对？这这次是真的，这次是真的喽。我们不是每次都问错的哦，这次是真的。 这个东西是发表在欧洲的心脏学的年会，非常有名的研究。那他发现说，他那时候做的一开始检查是用额头的抬头纹，抬头纹他去看那个抬头纹的深度跟抬头纹有几条，所以抬头纹深度他观察好几年之后，发现抬头纹的深度越深的，抬头纹越多条的，后续发生心肌梗塞的比例越高。那跟耳垂的这个皱褶是一样的道理，它的原理是什么？ 因为我们皮肤是很需要胶原蛋白跟血液的，而且耳垂的地方跟额头都是比较末梢，所以它代表是末梢循环不好。所以末梢循环不好跟心脏是很有关系，跟血管品质很有关系。所以这件事是暗示着你心血管疾病风险高，血管品质不好。所以耳垂有限、抬头纹多，这句话是真的。 所以从今开始，大家不是因此要记得去打医美，这是错的。记得要控制胆固醇。当发现有抬头纹的时候，记得不是想说把抬头纹打掉哦，那、呃、这不是重点哦。重点是要控制三高跟体重。所以当大家开始决定减重的时候，要开始怎么做呢？大家第一件事情就想说啊，有什么药？其实事实上，现在很多的药物都被禁用，很多东西是很早以前拿来做体重控制。 举例来说，大家有听过像诺美婷，更早开始有一些像安非他命类的药物，能够让大家的呃呃食欲没那么好啊，消耗热量多，这些全部都是禁止的。那大家很常在外面听到减重药物叫鸡尾酒疗法，这个应该有听过嘛？鸡尾酒疗法事实上不是正确的减重方式，不是哦，错的哦。为什么呢？ 所以，的鸡尾酒疗法是，它每种药的副作用都用一点，像是甲状腺素开一点，让你身体的代谢快一点；那另外血糖药开一点，让你血糖吸收少一点，让你胆固醇吸收也少一点。每种药都开一点，或者是又开了一些像是鼻塞的药，让你身体的代谢快一点。这些药通通开完之后，每种都一点点，好像副作用没那么大，叫做鸡尾酒疗法。 可事实上，这些药全部都不是拿来做减重哦，所以这是错误的哦，千万不要这样子使用。因为曾经有病人吃了鸡尾酒疗法之后，后续甲状腺亢进来看病的，那甲状腺亢进后续它运气比较不好，造成了一些我们的心率不整。所以，真正合法的，目前的呃呃，台湾的食品药物管制署正是合可的，只剩两种而已，一种是用打的，一种用吃的。 呃啊，现在也有做第三种，第三种的部分是一些食欲的控制的药，所以诶总共有三种药物。那三种药物是近期的，那这是前一阵子的资料，现在还有一种比较新的合可的。那这三种分别是一种是控制食欲口服的，一种是口服的，然后让我们的油脂吸收比较少一点。第三种是用打的，用打的就是让你身体饱足感会比较多。 让你比较不会那么想吃。那另外，人也包含我们血糖代谢会比较好。它事实上也是糖尿病的药物。所以目前来讲，合法的就有这几种。那这几种千万不要去网络上买。诶、欸，而且千万，那又来了，功德无量或老师告诉你，千万不要相信。现在这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哦。 呃，像股市也是，最近有很多呃，请你加入什么社团、那一群主啊、投资群主，老师告诉你，老师带你飞，诶之类的，大家千万不要去加入那些群主，有点危险。我们还是要要看的是正统的讯息。有很多非法网站在卖各种药物，像是大家上呃呃一些诶、呃、网络拍卖的网站也是可以买，或者是有一些药局直接卖给你。事实上。 这些都不是正确的方式，因为目前这些药物都叫处方药物，只有医疗院所有医师才能直接开给你。所以如果你任何在网络上或药局直接买得到，千万嗯嗯不要直接这样买，会有相对的风险在。嘿，这是相关的减重，而且每种减重药物有它需要注意的事项。如果不知道就直接打。举例来说，像减重针，有甲状腺癌的人不适合打。 或者甲状腺癌疾病史或家族史很多的，也不是那么的建议。所以重要就是，呃，再次强调，千万不要在网络上买药。那呃，相关的药品还是咨询后再使用。回过头来，真正减重最重要的事情，两件事。这好像废话，对不对？就像是跑步，怎么样才能够跑得快？就是两个原则：自己要跑快一点，别人要慢一点嘛。哼。 这好像废话，对不对？怎么样，体重要瘦一点，对不对？就是哦，吃进去的不要太多，消耗的要多一点。所以这世间的原则就是这么简单嘛。所以这原则大家都会讲，只是做不到嘛，对不对？嘿，知道跟执行总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来给残忍的大家一张图片，大家看到这上面的食物，呃，看完之后晚上是不是很多东西不是很敢吃啊？呵，大家可以看到，举例来说，一个炸排骨便当加一杯蒸奶。 一千五百卡，我们算一下一天需要几卡路里。如果一个六十公斤的人一天大概只需要一千八百大卡，换句话说，排骨便当配蒸奶，诶、欸，恭喜你，一餐满足你一天的，一次满足这样。那如果说是我们吃黑森林蛋糕，对不对？诶、欸，吃了一个，那就两千五百大卡。那如果说是吃果冻呢？一个小果冻四十卡路里。如果说是大蒜面包呢？吃两片就三百了。 那两片怎么会吃过瘾，对不对？一次都买要多几片。那另外来讲，哎、欸，烤全鸡和牛啊，吃个龙虾，龙虾才没多少，那一小只吐起来那几书啊，哎、欸，七百多。那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世间很残忍？喝热茶最没热量呵呵呵，喝冷的也是没热量，可以吗？哎，冰的也没热量。所以，我们这热量真的都是高到很夸张的一个程度。呃，我们来看吃到饱。 有一个之前有一个新闻很有名，一个大胃王女生去吃了，就直接肉吃了十一盘八寸蛋糕，吃三个火锅料哦十三盘，然后肉片啊，反正加起来，她一共吃了两万三千大卡。两万三千大卡是什么概念呢？一天我们一千八，四舍五入算她两千好了，她大概可以十一天不吃不喝都不会瘦。那我们体重的卡路里大概一个原则。 每多了七千七百卡路里，就会多一公斤；少了七千七百，就会少一公斤。哎，可七千七多困难，要少很困难，要多七千七超容易。他吃一餐就可以直接多了呃七千七的三公斤了。可是我们一天才消耗一一千八哎，如果我每天吃东西吃少一点，少消耗三百，平均快一个月才一公斤。所以我们知道，这世间总是快乐的事情。 因为不轻松，轻松的事情不快乐。诶，这样讲好像不对，也有人很喜欢运动嘛，对不对？那吃东西最重要的是因为会很愉悦，就很开心嘛。那可是这真之前真的有人做过一个研究，我们千万不要一直养成自己愉悦的脑袋，这个脑袋真的是可以养成爱吃东西的脑袋跟不爱吃东西的脑袋哦。那时候有一个特殊的检查叫做。 功能性核磁共振，我们知道大脑有分很多区嘛，那他去检查说你的哪一区反应比较强烈？就他的研究结果是，他把人分成两群，一群是超重的，一群是瘦的人。那吃完东西，吃完甜食之后，瘦的那群人，诶他的控制中枢就会开始提醒你，哎，不要再吃喽，不要再吃喽，控制了那个地方，嗯、呃，反应就会很强烈。 如果超重的人吃了之后，哪一个中枢会反应特别强烈呢？愉悦的中枢，吃了就会觉得好快乐。所以哈、哦，人家说“哦、我都这无法都在家没”，这句话是真的。可是所以长期的养成，让自己有一定的控制度，会未来比较好减重。如果越吃越快乐，对不对？哎、欸，那就有困难了。那不得不出卖我们家男嘛？哎、欸，还好他今天没有来。欸 就是孩子的阿妈，我没有说他是谁，就是我们家孩子的阿妈。那那、呃、举例来说，他就很爱吃小孩，就吃那个呃饼干啊，他就说要给小孩吃，結果小孩吃、呃，他叫阿姑去买一些饼干啊。买完之后，阿姑要出门的时候，阿妈就跟他说：“等者，等者，等者，别卡大包嘞哦，丁会别卡细包，我吃无搞。”所以重点都是阿妈吃掉。所以我们发现现在很多时候顾孙吼，阿妈吃的饼干都比小孩多。 可是那些饼干的热量超高，大家有仔细看过那饼干的热量吗？如果你对热量没有概念怎么办？等一下记得去逛便利商店、逛家乐福、逛什么全脸都可以。你把热量翻过来看，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人生好处处是惊喜。一包所有所谓的洋芋片热量可能五六百，吃一包怎么会过瘾？对不对？吃一口也不会过瘾，至少一包，那一包就五百多卡路里。 你一天的扣打才一千八，一包就贡献了五六百，那根本就其他餐只要吃下去你就破表了，所以真的很难呐、啊。那我们还是均衡饮食比较重要。饮食有分为水果啊、蔬菜啊、五谷杂粮、豆、鱼、蛋、肉跟乳制品跟坚果这些。那我们在水果这边大家会讨论比较多。水果的部分到底吃水果，大家知道血糖高、糖尿病人可不可以吃水果？糖尿病的人。 哎，投票时候又来了，对不对？哎，觉得糖尿病人可以吃水果，请举手；，觉得糖尿病的病人尽量不要吃水果，请举手。哎，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我们要讲出很惊人的答案呢？答案就是，我们要中庸一点呢。哎，好像好像又有讲等于没讲。这个之前有人研究，其实到底吃水果会不会导致糖尿病？如果你一天摄取正确的水果量， 那大概两百公克的水果量，两百克左右。那如果测不出来，你就大概比两个拳头，你的两个拳头这部分反而可以减少糖尿病、减少高血压的几率。一天两个拳头的水果可以减少糖尿病跟高血压。那如果说一天吃太多水果的话，那可能对血糖跟血压不是那么的好。那可是他说过多到底是多多？因为这是国外的研究。 但大家知道，国外的研究跟台湾的水果非常不一样。我们有教国外的医学生，国外医学生来到台湾之后，他就觉得我们水果好惊奇，超好吃。他第一次看到个芭乐的时候，他第一次就发出惊叹的说：“Unbelievable！” 然后他说：“这些晒干的我叫朵来芭拉，因为他说在他们国家，芭辣大概就小小的那一种，就小小的。他看到我们芭乐这么大一颗，他们觉得超惊奇的，人生没看过这么大的一个芭乐。 所以我们的水果事实上甜度都特别的高，所以还是不要过度。那水果如果真的要选，呃，温带的水果对血糖反而比较好。温带水果像是一些苹果、梨子、葡萄，那当然巴乐以及我们说的大颗牛番茄，这也是不错。只是大颗牛番茄比较多被算在蔬菜类的。 所以这是水果的部分。那油脂也有分，大家都知道油脂有分很多种，大家也知道有一些叫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嘛。事实上是分类的方式不一样，每种油都有含有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只是比例不同而已。所以有一些油含欧米伽三的比较高，像亚麻仁油这部分含欧米伽三比较多。那欧米伽三的部分是抗发炎，欧米伽六的部分有可能会导致发炎。可是这些东西本来就都要有，可是要平衡。 那大家觉得这些油比较好吗？它事实上听起来比较好，可是要看你怎么使用它。每种油最差的事情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如果有一个人的盐酥鸡号称用植物油下去炸的，对不对？嘿，千万不要买。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油，它有它的发烟点，有一些温度很低就会开始一直沁恩，一直沁恩的。 那个油在一直大量氢胺的时候，它代表是油是一直在变质的，在变化的。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说，胆固醇又分两种，一种叫做氧化的坏胆固醇是更不好的。事实上，这些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含量高，像亚麻仁油，这个如果拿去炸，它就会造成油的变质，造成了你的坏胆固醇、氧化的坏胆固醇大幅升高。所以，这才真正导致心血管疾病最多，是这个情况哦。 若阿妈直接先撇给滴油，直接拿去炸，都比这个还要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这些的油脂是适合怎么使用？是直接像大家说的那种生菜沙拉，直接拿来用的，而不是拿来高温烹调用。所以你要看油脂含量越高的，就连炒都不适合。因为如果发烟点越高的，比较适合拿来炸。所以。 油的选择很重要。如果一般你在炒的话，记得就可以选中间的中间这些部分的一些油，相对的会比较安全。所以你的温度越高，越需要注意你用的是什么油。如果你用的是植物油，最后在汤上面加了一些油，那请最后再加，不要在里面高温一直滚一直滚，因为油的变质反而是对我们心血管最伤害的一件事。所以讲了这么多。 其实，呃，食用油是有它的美感的。那我们到底一天可以消耗多少热量？刚才前面说那个会有两万三嘛。那当然我们要看的是一天自己需要多少。那一天需要多少？来，大家可以看这个公式：男性的部分六十六加十三点七乘以体重，是不是啦？啊，然后女性，是不是？好，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算，因为记不起来，嘿，或者是拍下来回去自己慢慢算。我们给大家一个简易版的，好不好？ 这个太复杂了，这个是做学术用的。那这一个公式，我们先初步解释一下。这算完叫做基础代谢率。基础代谢率是什么意思？就是每天哈、哦、都在休息、呼吸、生存、生存哦，不是生活、哦，生存下来需要的基本热量。 那我们知道每个人不可能只有呼吸嘛，还会有一些活动嘛，所以算出来基础代谢率之后就要乘以下面的数字。如果一般，如果你的工作都坐着或都在看电视，那就乘以一点三。那如果说你最近哈还在长大，要在登陡狼，就要再乘以一点四。啊，如果说有开了一些刀，就要乘一点三。所以举例来说，现在诶有乘以一点三，啊，现在没在做什么就乘一。如果现在是怀孕的人，就乘以一点三，之后再乘以一点一。 就可以知道每天可以消耗多少热量啊！这是比较正确的公式，只是比较复杂。简单的公式就是这个，刚才说的乘以三十。如果一般轻微的活动的部分就乘三十，运动比较多就乘以三十五。举例来说，六十公斤人乘三十就是一千八，一天就是一千七百大卡。那一千八百，哎呦，被现在我在录下来，我被发现数学算错了，那一段剪掉，好吧？ 呃，Hello, 大家不要记得我们讲错一千七的这个事情。那另外，生活中的热量，我们每次都在问人家：你这体重超重，你什么有有控制？十个里面有九个一定说有，很少有人觉得自己没控制對不对？那所以医学上很有名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说，那我们看到底大家有没有认真吃东西，吃东西合不合理？结果我们就会统计。 请大家先先估计自己实际吃的量、吃的热量，大家都估出来之后，对不对？那个研究就是看着他旁边会一个人帮忙一直记录他吃了什么，结果发现研究做的结果叫自我感觉良好。事实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吃的东西不多，自己觉得的热量大概跟实际而言只有一半而已。嘿，所以自己有吃的一半东西都不觉得自己有吃进去，没吃那么多。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像没吃很多，可事实上，大概你吃的东西是你感觉的两倍，两倍哦。所以常常会超重，所以最准的就要做饮食记录，把你所有吃的东西都记录下来。那当然也可以用拍照，如果不能每天拍的话，最简单，连续三天，一定要含周末五六日或六日一，所有有口吃进去的东西全部给它拍下来。很多人只做了饮食记录就会瘦。 为什么？因为太麻烦。之前有一个阿姨，就为了这件事情就瘦了，因为她很爱去吃吃到饱的火锅。然后我就，她就说吃什么都要记，是不是？我说对。就阿姨后来记到 k e m o b i 因为她就说，哦，在那边夹米血两块，豆干一个，啊，豆干还画正字号，还要做表格啊，然后再加什么鱼丸一个，然后就吃一个东西就要画，然后一碗夹起来上面就有很多不同东西，她就要画很多。 所以画到最后，他说归去卖甲啊，所以他就改不要一直吃火锅，就因此瘦了。所以光做饮食记录就有可能会减重成功。那当然，另外一件事是量体重，一天如果要减重的人，人最好量四次体重，四次。第一次是早上起床尿完尿，最后一次是晚上啊、呃、洗完澡尿完尿。另外两次的时间的话，可以是在中午午餐后后以及晚餐后。 这些时间点下去做一些测量。那如果哦要减重的人，一定要记得喝水。喝水是减重最重要的一件事。没特殊疾病的人，基本一天喝的水量体重乘三十。如果要减重的人，没特殊疾病哦，强调没有特殊疾病哦，体重乘以四十。那哪个时间喝水有没有差？有，正餐之前三十分钟喝五百 CC 有助于体重控制。 正餐之前的三十分钟，那喝热的跟冰的跟温的有没有差呢？诶、欸，没有呵，公布给大家。那可是这件事情，大家觉得有没有差，对不对？有人说喝热的比较好，有人说喝冷的比较好，对不对？答案就是不要太热都好，因为大家知道亚洲人是食道癌最多的一个区域，那食道癌最多是因为喝太热，所以我们目前的世界卫生组织把。 太热的东西定义为致癌物，六十五度以上定义为致癌物。那六十五度你不可能每次喝吃东西、喝东西都说来擦几滴，不可能嘛，对不对？怎么知道这东西有没有六十五度？大家知道怎么做吗？但我有,有听过一个网络笑话，就是一个阿姨啊啊端面来给人家啊，端完之后那个顾客就说：“阿、哎、姨，你嘿黑黑黑刚没修。” 阿姨就跟他说：“你、欸、米没修，没修，没修。然后阿姨，但是你的手插在外面来，对呢，更没修。”这个故事很重要，因为阿姨在帮你测试。因为手蒙瑞不会揪起来的，代表六十五度以下。如果你当你手摸到碗，会直接缩回来的，就代表超过了。所以，怎么建议大家？当你手摸着那个外面的表层的盘子或碗。 你连碗都摸不住的时候，千万不要吃哦，千万不要。如果你摸得住的，代表它温度才安全。那当然不用插进去啦，摸外面就好了，好不好？插进去不卫生，我们放外面就可以了。那我们平常在吃的这东西的热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举例来说，你认真吃了饭，大家都说啊，我去跑步完很累，对不对？大家去游泳完会常常做什么事情？买热狗嘛，外面买个包子嘛，对不对？ 你刚才辛苦游泳的二十五分钟，你的包子就补回来咯。所以游泳完在外面买一个包子，吼，刚才的努力就是一场梦啊。可是至少还是让肌肉有训练到。可是如果你是为了热量控制、体重控制，那真的是一场梦啊。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其实减重这件事，饮食占八成，运动占两成啊。 呃，运动其实重点只是两层，你要靠运动把你吃的都消耗掉，除非是运动员。但运动这件事重要在哪里？训练肌肉。所以以前有一个叫“运动三三三”的原则，心跳一百三啊，然后我们一个礼拜三天，那最好三次。可是这件事情的原则后来又逐渐被调整，为什么？大家想象一下，九十多岁阿妈心跳一百三，a 可 l e 阿妈阿妈心跳百三，阿妈讲百三，百三，跟我需要急救啊！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1百三。现在建议大家很简单的原则，我们训练呃运动叫做中强度运动就可以训练体力了。中强度是活动到觉得喘，喘到可以讲话不能唱歌，这样就好了。呃，不用跟别人比，自己会喘。那每次讲完这一句话，我病人最常问我就是，我比较去国外被人抓，我们就跟他说啊，比喻啦，比喻啦，都是一靠你哼歌不顺。 但你讲话会顺，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呃，不是真的要唱歌，也不用真的会唱歌，讲好吗？那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运动。那记得不要用懒人运动，好不好？啊，呃，都是别人在动啊，看电视都一直坐着，看电视也可以运动，原地踏步走就可以了。原地踏步，呃，有当过兵的话就继续原地踏步走，没当过兵也可以原地踏步走。运动这件事情，吼，有时候真的是靠。 努力，那有时候是靠契机。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方法啊，大家都有点懒得运动。大家可以知道这个这上面这是什么场景吗？哎，对，大家有发现，那时候有一阵子大家全全球风靡宝可梦，到处都是人，公园，人生公园没这么多人过，夜间的公园超热闹。大家那时候有去逛公园就知道，超夸张的人挤人。 宝可梦这个游戏上市之后，平均大家每天一开始走四千步，大概六千步，突然每个人每天走一万步以上，对所以宝可梦促成了健康奇迹，每个人都一直去走，一直去走，一直去走。所以有时候运动是一个动力啦，啊，如果说你有一个促成你运动的动机，你会比较好一点，否则单纯一直要运动而运动，有时候很难坚持的下去。那当然，运动大家最担心的事情是。 以前说运动三三三要三十三十分钟嘛，那有些人就会说哈爱撒着混金哦，啊我博撒着混金没安装与其没有好的结尾，不如就不要开始吧，所以大家最后就会放弃，干脆不运动，因为反正做不到三十分钟嘛，对不对？就后来发现运动三次十分钟效果一样好。 对热量的消耗一样好，因为在恢复期的时候还是会消耗热量，所以每次运动完休息，运动完休息，热量总体消耗可能甚至还高一点点，所以其实可以分期付款的好吗？三至十分钟不见得要一次三十分钟，三至十分钟应该就很容易做得到了嘛？中午买便当走去再走回来十分钟，晚餐再走一次，那最后三十分钟的时晚上在宵夜的时候不要吃宵夜，去走十分钟。 三次就可以达标了，那这個分期付款还不用付利息，三四十分钟没有利息，不会因为三四十分钟就要加利息了。而我们还有很常听到减重的，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间歇性断食，这个这个方法非常有名。那大家什么叫间歇性断食？就是哈两种做法，第一种就是呃两天正常，一天的话热量平常要一千八，他只吃五百，每三天有一天热量比较低。 那另外一种是大家比较常听到，叫一六八或一八六。一六八指的是，一天里面十六个小时不能吃东西，只有八小时能吃东西，这是它基本的一个原则。那它的原理是，人比较久没吃东西之后，它会拿你身体的脂肪去燃烧，当做热量去消耗你的脂肪，会让身体很多器官去重启。可是近年来，这个断食疗法越来越研究，好像没那么的漂亮。 像这,这个研究完的结果，大家发现是有几个风险存在。第一个是，一六八，只有八小时能吃东西，所以有很多人发现八小时好痛苦哦。接下来有十六小时不能吃了，到最后七个半小时的时候，我赶快拼了，存半点金，一定爱认金。家存半点钟俩，半间安怎拢爱退和霸，就算不饿也要推和霸。 因为时间不多了，剩三十分钟可以吃，所以反而最后导致吃了更多的东西。那也有人是因为疾病，中间的过程之中导致了他的血糖下降很危险。也有人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肌肉被大幅的消耗，因为我们人前面说会燃烧脂肪嘛，坦白说，在我们长期饥饿状态下，第一个燃烧不是脂肪，是肌肉，会先把你肌肉给燃烧掉。 所以很多人在断食之后，肌肉大幅的减少。而近年来更有研究发现，断食疗法的人呢、啊，如果热量不控制，根本没效果。而断食疗法有控制热量的人，跟没有断食、单纯控制热量的人下去比较，哪一个控制体重比较好？答案是一样。所以就代表的是断食疗法没有实际上想象的那么好。所以还是建议大家。 这个世间跑步要赢，就原则很简单，就是你要跑得快，别人要比较慢。体重要减重，原则永远就是你的饮食要控制，热运动要认真，就几乎就是这么基础的原则才是最根本的。那如果说是肌肉跟脂肪，如果瘦到肌肉，一问题就很大的。带我去菜市场买过肉吗？有些人给你一块肉，说：“哎，给阿姐包那家睡的。”你应该要感谢老板，他今天称的都是瘦肉给你。 如果你同样的公斤数，他买了一大块给你，对不对？就是他代表他都给你的都是油啦，因为同样的一公斤的油是很大一块，一公斤的瘦肉其实很小一块，所以同样体重的人，体脂率高的看起来身形也会比较壮硕。 所以我们希望大部分大家都肌肉，所以造起来的部分，这都是肌肉，这都是油会比较多。那肌肉是我们身体很重要一件事，随着年龄变化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差。呃，从四十岁之后每每年掉八趴，每十年掉八趴，七十岁以后每十年掉十五趴。那这样的肌肉跟我们身体很多事情有关系。日本做了一个研究，一件事情预测是接下来的死亡率，生命还剩多久，一件事情就可以预测得到。 大家可以猜猜看，猜对诶、欸、没有奖，有奖真答是等一下嘛，现在是无奖真答好不好？虽然是无奖，可是大家可以获得最高的奖品，叫做荣誉，好吗？可以获得大家掌声。如果猜对的，好，这这一题答案很难，叫做握力。如果握力好的人，其实呃生命预期都还会比较久。 而且健康比较好，而且死亡率比较低，所以中秋节吼，你都是空手剥柚子的那种，呵、啊、就一次剥开的那一种，诶、欸，恭喜你，你的生命应该都还蛮健康的，好吗？那握力以外，我们想要了解自己的肌肉量，让、啊、这件事情的影响，还有如果肌肉流失比较多，不管是死亡率比较高，伤口也比较容易感染，也比较容易得肺炎，抵抗力也会比较差，所以之前在新冠的时候，很多研究告诉了大家。 肌肉少的人比较容易重症，脂肪多的人比较容易重症，跟肥胖的研究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连瓶盖如果都打不开的情况之下，啊，风险才是最高。那怎么知道自己肌肉有没有少？一个简单的原则，用手是、呃、大拇指跟食指围一个圈圈，去套小腿最粗的地方，套小腿最粗的地方，套自己的哦，不要套隔壁的哦，好吗？呃，自己的手套自己的。 套起来，你发现如果很 l 的，代表你肌肉不足。如果套起来发现套不起来的怎么办呢？不代表一定肌肉很够哦。除了肌肉很够以外，第二种就是超重了，好不好？呃，超重的也会套不起来，所以套不起来也要分析一下是肌肉多还脂肪多。所以同样都是肌肉跟脂肪，最大的差别是基础代谢率差了十倍。所以有些人说，哦。 那一只刚考，竖空起都会肥，啊，为什么吼食水拢会大颗？其实脂肪太多，基础代谢率会比较差。如果他的肌肉多的，其实光是在那边每天基本的上下班就比较容易瘦。所以训练肌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前面也提到，我们如果在瘦的过程中瘦的太快，你几乎都瘦到肌肉的时候，会有一个叫溜溜球效应。一开始瘦很快，就你瘦到的肌肉。 肌肉瘦到一个程度之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差，吃什么都很容易瞬间胖回来。所以，我们希望在减重的过程中，尽量减脂肪，而不要减到肌肉。所以，增肌减脂的概念越来越重要。那呃，其实我也不知道时间现在是几分的。总而言之，我们就把它讲完。呃，不知道现在时间大概是几点几分？那，哎，三点四十，那我。 呃，我好像还有时间，哎，没关系，反正欲罢不能，我们把最后讲完。那所以骨质疏松的这件事情一定要讲，说到肌肉一定要想到骨骼。大家知道骨质这件事情是我们以前说三高嘛？为什么要把骨质加进来？现在近年头一直在宣导叫三高一低。 体重过重、年龄变大，最常见的是三高疾病以外，骨质密度低。体重太重的人也会害得骨质会变得不好。所以骨质密度差有什么症状呢？答案是没有症状。这好像是每一题都这样，对不对？高血压、啊、最常见是什么症状呢？没有症状。高血糖最常见什么症状呢？没有症状。啊，所以标准是没有症状啊。 是我们如果说最常见的是骨质疏松人发生什么事情才知道骨折的那一刻没有错正确答案，呃跌倒在骨折那一刻才知道。我们遇过再夸张的事情骨折都有。有一个先生年纪不大哦，他怎么知道自己骨折的呢？他说有一天跟老婆吵架被赶到隔壁睡，那原本他睡的床都是靠着那个床的左边睡，那他平常会往右翻嘛，结果他去睡他儿子的床垫，他往右一翻掉下去了。 那床垫大概才这么高而已，就是一个床垫没有床架，他掉下去的时候肋骨直接断掉，就果去照 X 光发现肋骨断掉，就人家就一直笑他说：，呃、哦，你那个才这样怎么会断掉？他验骨密度，他严重骨松，所以骨质疏松这件事情，因断掉才会发现。那随着年纪变大，人会越来越驼背，大家看到阿妈，我就跟他说：阿妈，你那跳骨啊呢？阿妈会跟你说什么？ 哎呀、啊，对啦，健雄啦，你吃了嘛？你好唔好啦？健雄，健雄，可是其实一点都不正常啊。这部分其实代表是骨质有不好，脊椎塌掉了，骨头只要塌，越来越疏松，人就越来越塌。骨密度大概从三十岁人生高峰，跟肌肉差不多，肌肉也是三四十，所以年纪变大会越来越下滑，下滑之后就更容易断掉。年龄是骨质中最常见的一个危险，那骨质中几乎都是没有症状的。 那最常见的就是断掉，那我们常断的就是大腿、脊椎跟手腕，跌倒手去撑，手就跟着断掉。所以断掉那一刻才知道，就比较晚了。因为大腿断掉的那一刻，后续就会造成我们行动不便啊、卧床啊，生活的品质就大幅改变。而经过大腿断掉的人，他大概这一辈子的其他生活机能，可能会有一些就要依靠别人，自己没办法自理。 所以，我们骨质疏松的这件事一定要早点注意。那为什么会骨质疏松呢？有太多原因，大家都会说啊，你没补钙啊，没补维生素 D 啊，没有运动啊，这些通通都对。还有吃太咸也会。另外，我们平常在生活中运动是最能够预防骨质疏松。有一个很有名的比较，上了外太空的人，外太空的太空人，一个月的骨质流失量。 等于停经之后的女性，停经我们知道流失很快嘛？停经之后女性一年的流失量，所以它几乎是十几倍的在流失它的骨质。所以太空人到地球之后，他们后来回到地球，骨质都变得很差。那怎么评估呢？大家可以看这些量表。如果你勾上面有自己有符合一个选项的，呃，那这就是有风险。这女生的跟男生的，除了这个以外，有比较简单的方法，用年龄跟体重来分。 体重如果呃比年龄还要多的，那恭喜你是安全的。体重加二十还小于年龄的比较危险。举例来说，四十公斤的人好像太瘦了。举别的例子好了，六十公斤的人今天年纪是九十，那六十加二十等于八十，还小于九十嘛，所以是风险高。那大家知道这玄机在哪里吗？好像年纪越大，体重要越重才比较安全嘛，对不对？ 其实不是哦，这不是要鼓励大家去增重哦，这只是告诉大家，其实体重过重会造成很多疾病。可是如果在骨质疏松这一项，体重太瘦的人反而很危险。所以刚才说的最重要结论是什么呢？反正讲什么议题都一样，要中庸之道，体重都要点点看安全呐、啊。所以体重的部分要维持在一定。那怎么知道？很简单，自己量法，站着，双手伸直。 然后摸我们的肋骨最下缘跟骨盆最上缘，这个有没有小于两个指头？去站着靠墙壁的时候，后脑勺跟墙壁有没有距离？那眼睛要平视哦，不可以这样子，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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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要看前面才算。而这些危险因子的部分，怎么去预防呢？就是我们一些运动啦、饮食啦啊，通通是有效。 那大家最常说的就是晒太阳会有维生素 D 嘛，对不对？这句话其实对一半而已。晒太阳不一定有维生素 D，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晒太阳是不会有维生素 D 的。所以每天要晒太阳之前，记得下载环保署的 App，上面有空污指标，黄灯跟绿灯可以晒，红灯跟紫灯不要晒了，就干脆不要晒，晒了只会皮肤癌，不会有维生素 D。所以刚才说的肌肉要增加。 骨本要增加，这些通通都要。那喝鲜奶是很不错的，不管对肌肉、对骨骼都很好。那还有什么东西是高钙的？豆腐是高钙的，黑芝麻高钙。那豆腐有分两种，嫩豆腐跟板豆腐。诶，自己讲完心虚，好像不止分两种，还有百叶嘛，还有冻豆腐嘛。我们讲钙那两种就好。如果是嫩豆腐，简单来说，你夹起来会碎掉的，它钙质的含量就比较低。 夹起来不会碎的比较硬的盖子含量就会比较高，大概是这个原则。那综合以上，我们吼、哦、很多时候大家人生都在控制体重的路上不断的努力。那怎么样呢？就是一样，大家记得最重要今天的原则，好像有讲跟没讲一样的那句话才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人生跑步怎么样会获胜？就是自己要快一点，别人要慢一点。体重怎么样要控制的好呢？就是吃的不要太多，运动要认真。 所以综合这些，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最后一张一定要摆，因为有 QR code，所以我们一定要停在这张做结尾。所以体重的控制有很重要的事情，跟所有疾病都有关。人生各种疾病，身体各种疾病，几乎跟体重过重都能够扯上关系。所以减重很重要，减重饮食占八成，运动占两成，两个都是重要的一部分。 体重控制跟我们所有的三高各疾病都会很有关，所以跟大家一起勉励，我们一起努力。那有奖问答是下一回合才开始，OK，谢谢。大家好，那我们这边卫生局有几个事项，就是除了刚刚主持人说的登革热之外，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小活动要跟大家做宣传。 就是呢，我们卫生局跟那个台湾癌症基金会，还有那个柴雨露，就是上面那个可爱的柴犬贴图，有合作办理一个活动，叫做全民练武功预防熊健康的活动。那他刚刚大家进来应该有拿到一张宣传单，那宣传单上面呢会有我们的 Q R code，或者是大家可以直接扫我们投影片上面的 Q R code。那 它这个活动呢，是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小游戏拿来去累积点数。那点数可以做什么呢？可以换一些好礼物，然后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那抽奖的它的最大奖有可能是可以抽 PS5 或者是 Switch，所以大家可以踊跃参与。那要怎么样去参加我们的游戏呢？就是先扫一下我们的 QR code，那进入活动。 官方的 line 之后呢，可以看下面的选单。那选单点进去之后会有，比如说像是每日挑战，那或者是时镜解谜。那每日挑战的话，就是它周一到周五会每天会有一个跟健康有关的小游戏。那如果你答对的话，就可以得到两点。那一样就是透过累积点数的方式。那 各位今天有来参加讲座的话，会有一个额外的好康活动，就是如果你刚刚在红医师上课的时候有拍下红医师上课的投影片，或者是如果刚刚还没有机会拍的话，等一下在 Q A 或有奖问答也可以赶快做拍摄的动作。那拍完之后，把我们的照片上传到一样是我们官方赖的网站上面，那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两个点数。 那如果大家上传之后呢，可能会跳出就是答错了哦，要往上滑才可以打看到提示按键。那这个是不用理会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额外给予我们今天的民众一个好康的活动，所以是要透过人工审核的，所以只要直接上传就可以了。那再来，除了每日挑战之外还有大家看到选单里面还有一个是实境解谜。 那时间解谜的话，我们就要去活动的现场才可以做任务的破关。那这个时间解谜的话，它会以我们的中央公园站作为起点。那大家可以利用等一下讲座结束之后，或者是之后周末有时间，可以到中央公园，可以做我们的第一关解谜。那第一关破破完关之后呢？ 它可能会引导你到，像比如说前阵之星站或者是博二，都是一些捷运站或者是轻轨站。那大家也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到这边这些地方玩那、啊、顺便做破关的动作。好，那最后的话就是宣导一下跟登革热有关的事项。那大家也知道，就是最近一直下雨，那也导致我们登革热的疫情有上升的趋势。 那也，这边就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登革热的防治口诀，就是“巡、到清、刷”。那它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它“巡”的话，就是要经常去巡视我们室内、室外有没有一些积水的地方，尤其像是最近常下雨，下雨过后，比如说室外有一些花盆啊，或者是地板都有积水的现象。 那如果你发现这些积水的话，要记得做倒。那倒的话，就是要把积水的容器赶快做处理。那清的话呢，清就是要避免一些我们平常可能会有一些闲置的容器，或者是花盆，或者是比如说拖把的那些水桶。那如果平常没有要使用的话，就记得把它收好，或者是做倒盖的动作，才不会让它容易积水。 那最后的话就是刷，那刷的话也要经经常去刷洗我们容易积水的那些容器，因为那些都可能会滋生一些结节或者是虫卵。那这边再请大家注意，要共同的防治我们的灯革热。那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洪医师，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减重啊，要怎样持之以恒？ 要怎样持之以恒？要那个动力？要怎？要怎样达成？其实这个问题虽然很简单，可是坦白说，这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啊！呃，我我我分享我一个病人的阿贝的故事给大家参考一下。我就跟阿贝说，那個、阿贝本身糖尿病啊，然后一直控制不好。我们就跟阿贝说，阿贝，你会疼爱控制？我跟你共，阿伯吼，医药的新总被医药吼会抓起来哦。阿贝又讲，哦、嗯，不了解。 遗书啊，但是我跟你讲，你怎忧郁症死亡率很高吗？我想说，阿贝，你为什么告诉我忧郁症？阿贝跟我说，哎，我跟你说，你说糖尿病未来十年心血管疾病风险高、哦、如果我今天不让我吃，我忧郁症就发作，忧郁症发作现在死亡率就很高了啦，不用等十年呐、啊。阿贝说，人生已经这么苦了，你为什么不让我甜美一点的圆满呢？ 我说哇，阿北为了一个吃个东西，这个理由真的是多到哎，而且他讲的话其实还蛮有学问的。其实回过头来大家看，医疗里面有一本教科书叫做《预防医学》，专门在教预防医学。它上面有写了一段，在九十岁以上的，他写了一段建议。他那一段建议是这样写的：，就是预防医学，他在每个年纪有给你不同的生活建议嘛。九十岁以上的人，他这样写，他说：“你的医师不见得活得比你久了。”所以哈、哦。 你的人生路对,对，不用有太大压力，不要太夸张的生活行为就好了。但为什么要写这件事？就是人生有些事吼，呃，总是要取一个平衡。你越严格控制的，你越做不到，呃，你越难持之以恒。持之以恒这四个字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在减重过程中选择一个饮食方式，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思考：这自己可不可以长期做得到？ 不要选一个很偏激的方式，选一个很极端方法，自己却做不到，可能一周就放弃了，或者是很多人做了这件事之后，后来就会更觉得吃更多，报复性饮食，这才是最严重的事。所以千万记得选一种自己能够长期。 执行了下去的一个方式。那当然，前面所说的，我们的脑的大脑也会跟着改变。长期没有在控制饮食下，你一旦吃东西的时候，过多的东西，它也会控制提醒你不可以吃太多。若你没有控制的话，你会越吃越多，每次吃都会有愉悦感。所以持之以恒这件事，给大家建议是两点：第一点是在控制的过程中，其实你的大脑就会帮忙你的；第二点是。 一定不要选很极端的饮食方法，绝对不要，因为这你绝对无法做到。不要说我从今以后再也不吃甜食，我一口都不吃，我饼干一口都不吃，看着别人吃的时候做港口，绝对不要做这件事，好吗？呃，因为绝对无法长期做得到，呃，那也不是一个好方法。呵，嗯，洪医师好，大家好，嗯，我有。 哎，两个问题，那可能也很多长辈有这个问题，是就是说我们的高血压，那、哎、刚刚洪医师有讲嘛，就是说要小于一百三跟八十五，然后如果说，哎，一百三是正常的结果，这个那个另外一个是九十，或者是超过九十，可能长期下来都是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胆固醇的问题，就是胆固醇啊。 有高密度胆固醇跟低密度胆固醇嘛？那我们那个高密度胆固醇，如果说，诶、哎，女生是要大于五十，那如果说我持续都很高，我一样都是五十七，可是我那个低密度胆固醇，其实它也是很很不好。那那这样子是不是要看医生？是不是要吃药？可是因为我有看过医生。 那医生都跟我说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啊，你饮食控制个呵。<laughs> 然后我就我说你是不是等我中风的时候你我「要紧吗？然后就是我看了好几次，而且我换了两个医生，你弄不要不要紧？好，谢谢。是我们分两个，第一个问题是血压，血压有两个数字，一个是收缩压，一个是舒张压，低的那个叫舒张压。那给大家一个概念，收缩压那个数字高，代表血管硬化，跟血管硬化比较关系。 低的那个数字高，跟吃太咸会更有关系，就是盐分摄取过多。所以到底是收缩压高还是舒张压高这件事情啊？呃，我们可以知道到底是血管硬化多，还是我们吃太咸，嗯，所以有生活不同的改善。那可是如果这两个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坦白说，两个都重要，这好像废话，对不对？如果两个一定要比较，更重要的是收缩压。 那收缩压一定要控制到标准之内，因为有人收缩压如果把它控制在标准之内，舒张压反而会有点低了一点点，这时候合不合理？合理哦，宁可把收缩压控制在范围之内，也不要为了担心收舒张压低的那个血压过低一点点而因此不控制。这个之前太多研究去证明，告诉大家真正跟心血管疾病更有关的是高的那一个血压，只是低的如果高了久了，还是要控制。 最好是能够控制盐分摄取跟药物的处理。那刚才胆固醇那个，其实有时候医师在讨论胆固醇要不要药物治疗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参考健保的规定。每个人有不同的状态，可是健保规定是死的，医师一定要符合健保的规定。那他要算危险因子，危险因子他用哪几点呢？第一个，家族有没有早发性的心血管疾病？早发性指的是。 如果家里的男生有五十五岁以内就心肌梗塞，女生六十五岁这算一分；有抽烟算一分，高血压算一分，好的胆固醇太低算一分。那另外，我们如果如果哦年龄女生大于于五十五或停经，或男生大于四十五算一分。如果分数算起来零分的，坏的胆固醇一百九吃药，一分的一百六，一百三就是。 两个危险因子，那如果有糖尿病等就是一百，有心血管疾病等就是一百，所以健保的概念是很死的，所以有时候医师开不开药是碍于健保的原因，就算他觉得有高人应该处理，可健保就没有符合，所以会卡在健保。所以刚才跟大家分享是健保的一个目前的开药的一个标准，那大家可以自己参考看看。谢谢。好，哇，忽然之间好多只手都举起来了，呃，这一位姐姐比较快。 粉红色的姐姐，然后其他的朋友稍，稍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洪医师，现在有流行一种，你说饮食占八成嘛？那现在有流行一种叫地中海饮食，还有流行一种叫德苏饮食，那请问这个对我们的饮食是不是比较有帮助？谢谢。OK，呃呃呃，这个问题超级专业，而且非常好。刚才提到这两种饮食，都是目前来讲饮食方式排前两名的，就这两个了。 最近的医疗上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跟对各种饮食方式做一些评分呐、啊。我们知道有很多饮食方式嘛，像什么断食疗法啦，或者什么生酮饮食啦。那提醒大家，这些说生酮饮食这些方法全部被排名在几乎最后面，评分几乎都不及格。呃，那比较前两名的方式就是地中海型饮食。地中海型饮食强调的是我们减少一些红肉。 一些白肉，一些沙拉生菜。那沙拉的部分尽量不要太多，是生菜为主。那可以搭配一些红酒或一些好的油脂。那这部分对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很明显。那德蔬饮食的概念类似，因为它是每个肉类占比较少，那蔬菜类比例会占比较高。那盐分要控制。那德蔬饮食最刚开始的呃原理是从高血压控制发展来的。 而这部分能够明显控制血压，大概降血压大概降大概八左右，六到八左右。所以这两个饮食的方式对，对呃大家如果有兴趣回去可以查详细的执行方法，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状态评分都比较高。那台湾有一个比较有关的一些饮食方式，大家比较熟悉的，其实有一种特殊的素食的变种，因为长期的素食饮食评分没有那么的高，所以有一种饮食的方式评分比较高，又比较贴近地中海一点点。 叫做榆素，大家有听过吗？榆素饮食就是素食者，可是他吃鱼吃蛋。呃，那这个方式会比单纯素食更加健康一点。那素食者当然如果有一些其他宗教考量，就另外一回事。只是记得要补充维生素 B 十二，所以这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些饮食方式。那刚才说的生酮那些，就比较不是现在饮食评分方式高的，都是比较分数相对偏低的了。谢谢。 感谢洪医师让我们知道那个减重的相关知识，谢谢。那想要问一下洪医师，就是运动有分有氧跟无氧，然后有一些是像是重量训练，然后有一些像是跑步那种或游泳那种比较那个中中低中强度的运动，那这些都可以算在运动三三三里面吗？谢谢。是。 其实不同的任何运动方式，一律算在我们的三十分钟的运动里面。那我们刚才说的有有氧运动以及重量训练啊，其实都要去平衡了、啊。每个运动都有它的好处，有氧运动比较训练心肺，所以我们在有氧的时候，可以刚才说的，如果你要到心肺训练的话，就是喘到讲话都讲不顺，这就会训练心肺耐力了。可是如果你只是想要维持健康，不用这么喘。 中强度的定义就是喘到可以讲话，不能唱歌，这样就够了。那如果你想要心肺耐力，就是喘到连讲话都讲不顺，大概是这样。那如果说要这样子活动，有些人走路膝盖会痛，虽然年纪变化，大家最常见卡头乌尾贴嘛。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件事，就是讲完之后，游泳池可能大家会不太开心，就是去游泳池里面走路。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运动。大家有发现最近去游泳池走路的人越来越多吗？ 因为现在医疗越来越提倡去用池里面走路，所以如果你是都去游泳的人，千万不要感到不开心呐、啊，因为这对很多年长者真的是很好的运动，浮力可以让我们减少膝盖的负担、关节的负担，而且在往前的过程中，同时有氧，而且你的肌肉也训练了高强度的一个耐力，因为你要撑住水的阻力往前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在水里面走路真的很不错。 但另外，我们的重量训练的部分一定要有人教。举例来说，虽然年纪大，有一些深蹲动作好不好？答案是不见得那么好。呃，因为我们如果说膝关节在运动的过程中弯曲超过三十度，对于膝盖会有负担。所以骑脚踏车真的要骑，也不要骑那种那种变速车，可能就是那种脚不会弯曲很大的熟女车就可以了。而除了这两个以外，我们在训练过程中也要考虑一个叫协调性。 因为年纪越大，越担心跛斗的问题，所以肌肉协调好的训练是很重要。有什么东西可以很容易训练协调性？像是瑜伽、太极这些东西都很明显被证明对整个肌肉协调跟减少跛斗都有帮忙。所以我们运动有时候可以配套餐呐、啊，三四十分钟，不然就各不一样，或是一个礼拜的三天，就每一天做不一样的都可以用配的方法，就是综合一下。谢谢。 我想请问一下，刚刚有提及到说体重不要一次降太多，那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标准值？比如说一个礼拜或者说一个月，大概呃瘦多少为主？然后再就是超慢跑这个部分，对有些关节患者的话，适合运动吗？是，这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一般一个月减重多少是合理的，大家可以在依照公式算七千七百大卡。 大约是一公斤嘛，所以换句话说，如果除以三十天，七千七除以三十等于多少？来现场算，好没关系，算的差不多就好了，二六零嘛，对不对？诶，一天要减少六两百六十卡路里，那两百六十卡路里的部分来讲的话，如果你一天只有一千八，你就要减掉哦，大概快三百左右。 如果你一天直接减掉六百以上，等于是你要完全少了三分之一，3, 那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一些食物的摄取。所以依照这样子热量做计算，一个月减掉七千七到呃一万多，已经算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因此建议一个月的减重大约一到两公斤，算是一个比较健康一点的减重模式。而如果你在快速瘦太多，减少太多热量摄取，很容易都是瘦到肌肉的状态。 所以在减重过程中，一来饮食要均衡，蛋白补充要够，水分补充要够，也不要减太快，避免肌肉大量的流失，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部分是，嗯，超慢跑、啊。超慢跑这个动作其实要看哪个流派。为什么这还？因为我们家阿妈好像也有在看，呃，孩子的阿妈，那个就好像有蛮多超慢跑。 可是他，我看他超慢跑的动作，他有的会说要腰往有点往前弯、啊，然后脚这样动，呃，啊，膝盖微弯。可是一定要注意，如果脊脊椎往前弯的人，本来就有一些呃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脊椎有滑脱的，不是那么的建议。那如果膝盖脱发性关节比较厉害的，在膝盖围弯的情况之下，围弯还好，千万不要弯到三十度。 三十度的部分，其实膝盖就很容易膝关节啊、软骨那些磨损跟退化会比较厉害，千万不要让膝盖尽量一直维持在一个大于三十度。本来直直的，就是这种弯曲的角度超过三十，负担就会比较大，所以一定要注意角度问题。那当然有自己不确定的疾病是不是适合这样的动作，其实到门诊里面跟医师做讨论，医师都会直接回答你可以或不行。这是以上回答，谢谢。哎，请问洪医师哈、哦？<laughs> 那个我们在讲那个血糖，都有的换前血糖、换后血糖。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糖化血色素，有的人加测糖化血，什么情况下要测加测糖化血色素？啊，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在市面上有在卖一种那种运动手表，他说不用打不用那个刺破血就可以测那个测那个那个血糖，那个到底那个有没有效？谢谢。OK，那。 糖化血色素的意思是我们常给它一个名称，我叫做三个月血糖平均值。当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叫做血红素嘛，那血红素在身体里面，如果你的血糖太高，它的血红素会被糖给叫做糖化。那如果说你的血糖越高，糖化比例就越高，所以这个糖化血色素就会越高。所以它代表的是血糖的平均值。如果说是五点六是正常的，五点七到六点四是糖尿病前期。 六点五以上算糖尿病，所以我们这个东西的测量什么时候可以测量？只有两个考量啦，一个是健保，一个是自费啦如果健康检查这很常测，因为我们一次的空腹血糖并不代表就正常，糖化血色素有跟饭后血糖更能够反映实际的状况。那如果说是健保的话，他比较希望大家测量的情况是在有血糖异常的人，他就可以去验这个糖化血色素，如果确定一下状况。 那如果糖化血色素有异常，就当然就是要追踪。如果六点五以上持续，那就要考虑糖尿病的药物治疗的呃这个部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是市面上的那个血糖的侦测的仪器啊。这血糖的侦测仪器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有那种扎一下啪啊，怎么去测血糖嘛，对不对？这种测血糖仪器有两种测法。 一种叫做用电啊，就是我们测那个电阻啊，就是测这个部分；，另外一个是用光学做检测。所以现在那种手表部分也想要用光学做检测的这个方法来测，只是它目前还没到那么精准。直接把血拿到外面来测，跟经过一个手或表皮直接去测，还是有一点落差。可是事实上，如果在循环正常的人身上，它的准确度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所以以它可以当做一种参考。 当你发现测起有异常，可以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测。可是当他发现正常的时候，不代表一定正常啦、啊。可是有异常，最好还是去做一个追踪评估，会比较好一些。谢谢。好，洪医师好。嗯、我的问题刚好跟大家相反，因为我的体重是属于一直递减，一直递减。可是我饮食方面也是蛮注意的，嘿，阿、啊、糖外血素又又一直都降不下，六点六点五六点六。 那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调整我的饮食。是，好，谢谢。OK，如果呃，当体重一直在，这有好几个好几层的考量啊。第一个是，如果当大家发现体重一直瘦或体重一直胖，那不管是如果饮食没什么吃一直胖，或者是明明就吃蛮多却一直瘦，都要去做检查，对于我们内分泌的一些检查，像是甲状腺呐、啊。 以及血糖啦、啊、肾上腺呐、啊，这些都要做一些检测，这是第一个大家要注意的。第二个是，如果体重的部分已经瘦了，可是却我们的血糖一直还是高的，饮食怎么办？我们一般在讲血糖的时候，我们都固定念一串台词：，饭面、馒头、包子、点心、饼干、甜点，不要太多。那这样子听起来有没有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就是淀粉类的跟碳水化合物类的不要太多，会比较重要。 那有些东西大家不知道它高，事实上它却很高，像是呃一些饼类的，月饼这么小，对不对？它就是一碗饭，三角形的两碗饭。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很爱吃绿豆绿豆碰啊，坐在家绿豆碰哎、欸，可是不太敢吃，因为那热量真的是高到很夸张，而且糖也很容易冲高，所以这些饮食要做一些调整。 那体重太瘦，刚才说的增肌减脂要增加肌肉，最重要是蛋白质，蛋白质补充很需要。而蛋白质里面，根据国民健康署的推荐优先度是豆，豆类是最优先的蛋白，再来是鱼，再来是蛋，最后才是肉。豆类是比较高优先的一个蛋白质，记得要补充。哦，那鱼再来是蛋才是肉，所以蛋白质补充维持我们的肌肉。那血糖这件事，如果真的自己很困扰，到底是什么出现糖高？ 大家可以自己去扎血糖试试看，饭后两小时的血糖，那扎了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吃什么超可怕。我举个例子，稀饭非常高，你在吃完稀饭的时候，那个血糖都会冲的很夸张。而这个东西是台湾其实很常见的一个早餐，或者是大家很常吃的一个项目。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扎扎看，就知道到底吃了什么导致自己血糖看起来比较高。那这是呃我们可以试试看的，谢谢。 啊、哦，谢谢洪医师哈，我我的问题很简短，就是三高是食食老年人,人的专利吗？年轻人会不会也有三高？那如果有，要怎么去预防？谢谢。好，谢谢。其实近年来的话，三高越来越年轻化，大家看那个包含体重超重年轻化，甚至现在不只是三高年轻化，心血管疾病跟中风都年轻化。 有很多人大概三十多岁、四十岁就中风了，就心肌梗塞了。那心肌梗塞跟中风几乎都是血管要堵塞，大概吃十年左右的时间。那原因是什么？现在的精致饮食太多了，大家太常去吃一些精致的饮食或一些高热量的饮食，以及含糖饮料。所以，我们年轻人的部分，就算年纪没那么大，三高还是要注意。现在很多年轻人 的血糖的已经有异常，或血脂已经异常，是以前的，甚至到一倍以上，以前过去的年代的一倍以上。那这东西跟大家的饮食方式一定是有关系了。如果大家真的要吃生活的饮食，尤其年轻人最常的是含糖饮料，我们一定给大家一个建议。国民健康署说，每天总热量不要超过十趴，是额外的糖。额外的糖指的是你喝的牛奶里面的乳糖啊，水果里面的果糖不算哦。额外吃进去的糖，像蛋糕啦、啊、饮料。 不要超过热量十趴，算起来大概就是五十克的糖，算起来大概就是十克方糖，大约等于一杯全糖饮料，一杯而已哦，不加料的全糖哦。如果你不加料，一杯就已经是你一天的极限扣打。你任何吃进去的，或者是去吃什么糖炒栗子啊，或者去台南吃的一些小吃啊，很多都有糖嘛，对不对？那些就超标了。如果你有喝一杯含糖饮料的话，那一块的黑诶，我们说的蛋糕嘛，巧克力布朗尼。 大概也就是五十克的糖了，所以换句话说，年轻人最重要的是糖的摄取跟油炸类高油脂食物的摄取一定要注意。那基本原则还是要回头看腰围跟体脂，就从小就要注意了，否则糖尿病风险很高，很多是年轻人，而且不是先天的疾病哦，是后天体重过重导致的三高。谢谢。呃，洪医师，呃，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的体重从来就没有超标过。 但是呢，我有家族的糖尿病史，所以呢，我到了三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呃测出来血糖就呃那个糖化血色素就超过六点五，然后呢，呃，我那个时候又加上四十四岁的时候我才生第一胎，我的小孩出生的时候，虽然我严格控制，我每天打四针胰岛素，但是它还是将近五公斤的重量。 是巨婴了、啊，所以我现在，哎，我不知道我如何去控制我的血糖，呃，我想请教一些专业的，一些饮食啊，或者是，呃，嗯，医那个药物的，呃，能能够帮我就是控制这个妊娠糖尿病以及这个家族糖尿病史带来的这个之后的这个这个呃病病控制。OK，谢谢。 目前来讲，随着呃有家族史的人，确实有糖尿病的比例相对的会蛮高的。所以如果家族有糖尿病史的话，自己记得一定要去做一个检测，因为风险本来就比较高。那如果一旦得了糖尿病之后，我们的呃几种选择，因为大家都知道胰岛素这个药物，胰岛素这个药物在打的时候会帮你把血糖多的糖能、嗯、降低，血糖能够下降。 跟它下降的方式是其中一种，把它存到你身体里面，所以有些人打了胰岛素之后体重会变重。那所以更重要的事情，从源头就要控管。前面说的总热量的概念，第一个总热量的概念，第二个饮食里面是不是有均衡？是不是蛋白质的含量跟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能不能够去均衡？这部分可以实际找营养师做讨论。 因为现在台湾的健保这个这一点做得蛮不错，有一个叫糖尿病照护网，那那部分都包含的一个胃教师以外，还有一个营养师，大家可以直接跟营养师咨询上面的饮食的注意项目。那基本的原则还是在于：反面馒头、包子、点心、饼干、甜点，不要吃太多。整体的、呃、这个部分要下降。那另外蛋白质的部分可以稍微的上升，豆类的、鱼类的、奶类的可以稍微的提升。 而除了这个以外，大家其实在血糖台湾的健保的部分的血糖药有蛮多种。那其中有两种血糖药对体重能够控制，第一种就是我们跟减重药是一模一样成分，可是它也是同样是糖尿病的药，所以那一种药物的话，一来可以控制血糖，二来可以控制体重。另外一个药物是现在也很有名，叫做排糖药，这个大家有听过吗？有一种药是会把身体多的糖从尿尿给排掉。 排掉之后，呃，我们每天大概可以减少三百卡路里，那也能够降低血糖。所以事实上，糖尿病现在有非常多药物，大家可以找医师做咨询。那有些药物可以有助于体重的控制，让我们的身形更加的符合标准。这是有蛮多的方法。谢谢。最欢乐的时光就是有奖征答了，我们就热情掌声欢迎洪主任。 好的，其实原本有准备其他有奖征答题目，可是觉得呃卫生局长官们宣导这件事超重要的，大家有没有这一张我们放了很久，对不对？因为其实我想要故意先问这一张，呃、嗯，好，我们大家有记熟了吗？那请问登革热预防的口诀是什么呢？哦，来大家恭喜正确答案，因为。 这个议题一定很重要，为什么我故意反而要先把这个拿来当第一题的部分？因为登革热这个东西，如果说不小心得第二次登革热，会有生命危险，因为会有身体有一些额外的出血的状态，这真的会有生命危险。最好的源头防治就是不要长一大堆的蚊子，不要长一堆的蚊子，就是积水，通通要去把它清掉。请问代谢症候群包含哪几种指标呢？随便讲一两个也就也可以。 高血压、高血糖，然后肥胖、高血脂。OK，好的，呃，我们大家鼓掌一下。呃，呃，还有没讲到的项目吗？还有心脏病，还有脑中风的，这个都是指标里面的。嗯、o、okay, k 来，我们大家掌声一下，谢谢两位的答案。 所以，首先我们第一个呃朋友回答的是我们的肚子，如果说有腰围比较粗、血压比较高、血糖比较高、三酸甘油脂高跟好的胆固醇，大家还有刚有听到有人喊出答案，就是反正就是三高嘛，再加肚子大就可以了。所以这是标准的指标。那刚才这个疾病会影响的是哪两件事？就是容易中风跟心肌梗塞，这是没错的。 所以代谢症候群要特别小心。那体重过重跟哪些疾病会有关系啊？体重过重跟癌症有关系。哎，正确，对，没错哦。它会跟那个糖尿病也会有关系。是，就是三高里面的糖尿病，正确。还有，还有跟啊、呃，就是自己的自己生活的品质会产生很大的关系。哎，没错。 不，因为体重过重跟体态，其实体重过重甚至跟睡眠会有关系。刚才也算没有讲到，可是這正确的体重过重容易睡眠不太稳定，而且还有一种疾病，大家有没有听过？叫睡眠呼吸中止症。睡眠呼吸中止症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呼吸的过程之中，然后躺着，然后慢慢睡着，舌头会往下掉，会堵塞，会产生一个状况，会这样。啊，对。 其实我平常在看门诊，很常学，所以大家有得学学的很熟，对不对？因为门诊很常要学给人家看，要不然患者不懂到底什么叫呼吸终止，要学给家属看。所以没错，就是会影响到睡眠。那我们就是癌症这些会有关呐、啊，包含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三高，然后高血压这些，通通有关系。诶，那下一题，到底哪些事情会造成血压升高呢？钠含量过高。哎嗯 摄取钠含量过高的食物，钠、okay、含量食物会造成血压升高，正确正确，恭喜。因为生气情绪是的，哎、欸，生气血压真的会差很多。来，下一位。哎、欸，温差过大是，温差过大会影响。哎、欸，恭喜三位正确答案。 那其实我们想要跟大家呃讲的是，如果这些事情哪一项影响更多，对不对？大家可以猜猜看。呃，我们刚才还有呃十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直接这一题加嘛，哪一种事情是最多的？呃，生气。是的，没错，情绪的影响是最大，大家可以鼓掌一下。 所以我们说，气温差三十度，血压可以差二十嘛，对不对？那吃辣的血压，吃太咸，血压差个十几二十都有可能。可是，一个生气吼，一个 KMOY，对不对？你血压差个一百都有可能哦。所以情绪最重要，平心静气。血压高最重要的，在量血压之前很紧张的那个状况，大提醒大家可以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在量血压之前，深呼吸，吸气、吐气七秒钟。 来回做个五次，再去量血压，血压就会比较降低了。白袍高血压可以克服的方法就是吸气、吐气，可以七秒钟一个循环，然后五次之后再量，你就会发现血压会比较回稳一点。所以刚才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这几张图啦，喝咖啡啦、抽烟啦、啊、尿急啦，都会有影响。那肌肉流失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呃，肌肉量流失的话，会容易跌倒。 就是骨骨质造成骨质骨松，然后容易跌倒这样子。是的，恭喜。好，那我们第二位，肌肉流失比较容易骨折。是的，正确。会嗯、呃，就是生活上造成困扰，像是瓶盖打不开。是的，呃，这、就是没有力气到一定的程度，肌少症太严重，瓶盖会打不开。那恭喜三位，大家鼓掌一下。 呃，包含就是一些伤口啦、感染啦、抵抗力啦、容易跌倒啦、骨质疏松啦，啊、呃，以及容易得新冠，这个肌肉都有影响。那最后一题，骨质疏松的造成骨质疏松有哪些危险的因素呢？骨折，呃，诶、欸，是是骨折。那会什么事情会造成骨质疏松呢？嗯、呃，喝太少牛奶了。嗯、呃，是其中一项，没错。缺少运动。对，运运动超重要。 更更严重的时候会变成那个玻璃娃娃。呃，是我们当然不希望脆到那么夸张的程度啦。来，我们这边。缺维他命 D 或者是少晒太阳。是，维他命 D 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补充足够。所以不管是维生素 D 啦、牛奶啦，或者是饮食太咸啦，这些都会影响。请问今天活动的主办单位是谁呢？主办单位总图。 是的，我们这次总图跟卫生局一起为我们举办今天下午的讲座，非常谢谢他们的规划，谢谢，再次感谢大家热情的参与，谢谢，谢谢，谢谢。